哼，扎一个马步预备开始练功，扎一个冲拳黑影气势如虹，再来个飞踢右脚腾空，我是功夫小子就是爱练功，右脚拉开双手抱拳扎马步，前脚弯弯后脚甚至学武术，后脚赶快伸手夸张爱耍酷，功夫小子所想比你真功夫。练功，大家一起来练功。功夫哥哥好 ，Hello， 小朋友，我是爱练功的功夫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牛奶哥哥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小朋友平平。大家好，还有这里的安安。大家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动动身体来练功夫喽。没错，做好热身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动动你的头啊，动动你的肩膀。动动你的手，动动你的腰，动动你的膝盖，动动你的脚，开始来练功。功夫哥哥，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什么拳法？今天要学的是扎拳的动作。哇，这个动作好帅哦！对啊，它很酷吧？还有声音哦，很像是玩那个就是电动的时候按前下前弓节奏会射出来的那个姿势。这个扎拳呢，它是靠身体力量从上往下扎，所以要是你体重越重，这个威力就会越强大。哦，就有那种泰山压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这样子 OK 吗？你这样子力量就一定会很强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很重啊。你说我很重吗？对。我这个是叫做撞。是撞墙的撞吗？不是，是强壮的壮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进这个动作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扎拳套路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动作是马步冲拳。好，马步冲拳我们来做一次咯。好，先蹲好马步，做冲拳的动作记得是两拳哦。好，一二，哈哈，再一次哦，哈哈，哈哈。OK， 小朋友记得马步要蹲好，而且蹲到水平的位置，而且脚尖要朝前面哦。哦，脚尖要朝前面哦。嗯，所以它不是外八，是朝前面。对，记得朝前面的马步，再做一次马步冲拳，哈哈，哈哈，马步冲拳，哈哈，哈哈。我发现小朋友都越做越有精神了，非常非常厉害。嗯，那功夫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要做的是弓步冲拳。接下来动作是我们的弓步冲拳，好，我们赶快来做一次吧。OK， 弓步先蹲好，弓步蹲好，前脚弯弯，后脚打直，之后做两拳的冲拳，哈哈，哈哈，再次哦，两拳，哈哈，哈哈。OK， 记得做这个动作要做到腰马合一哦。什么是腰马合一啊？像我们是从马步转到弓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武术很常见的步伐，所以要做到。直接转过来，你的腰跟你的马要合在一起，就是腰马合一的哦，就是腰跟那个马步要合在一起才对的。没错。哦，那要怎样才知道有没有做到腰马合一啊？嗯，你可以手放在我这里试试看，放在我的腰。好，我做马步冲拳，哈哈。嗯，之后转弓步冲拳的时候，腰会转到这一边。哇，你的腰不见了。没错。但是摸不到我的腰，因为我腰转过来了，所以整个腰要转过去的，对，跟你的马步转弓步的时候一起转。好，我们赶快来试一次哦。好，马步转弓步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从马步开始好了。马步，跟马步直接接成弓步冲拳，哈哈哈哈，没错，哇，要腰马合一，那威力才会大。对，那功夫哥哥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把水果啊绑在腰上面会变成什么？是什么？腰果。我突然想到了，腰马合一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从我们的马步冲拳转弓步冲拳来试一次。好 ，OK， 抱拳，哈，马步冲拳，哈哈，哈哈，接成弓步冲拳，哈哈，哈哈，
OK， 哇，小朋友表现得非常好哦。没错、哦。那功夫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是扎拳。大绝招时间。今天要教的大绝招是扎拳的动作。扎拳，我们赶快来做一次。好，一、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四，没错，这就是扎拳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做快一点哦。一、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四。哇，这个动作威力好强大，你要赶快学起来。没错，这个动作我分成四个小步骤。哪四个步骤呢？一是这样。对，功夫哥哥，这个动作你有想到它的那个名称吗？还没有哎、欸，我帮你想一个好不好？什么？叫你不要这样。为什么、啊？比方说你跟我讲说，哎，牛奶哥哥，我们去吃榴莲好不好？牛奶哥哥，我们一起去吃榴莲。你不要这样，吃完嘴巴会好臭哦。这样，好吧，那就叫你不要这样好了。好，来，你不要这样。好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一个动作是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第三个动作是双手画太极，一上一下。双手画太极，这动作比较难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做一次哦。好，双手画太极的时候啊，下面的手往上面，上面的手往下面，之后变成上面是拳头，上面是拳头，下面是撑掌，上面撑掌，再来是提膝独立。提膝独立，这就是第三个动作。好，下手画半圆，然后是双手画太极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双手画太极之后变成这样。好，之后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威力最强大的往下扎，往下扎。没错。那我们现在从我们的弓步冲拳到我们的扎拳来试一次。OK， 好，抱拳。哈，弓步冲拳。哈哈哈哈，直接做扎拳。一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往下扎，往下扎。没错，哇，大家都非常好哦。OK， 那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动作是弓步架冲拳。这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弓步架冲拳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做一次哦。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，没错，就是长这样子的动作。哇，这动作还蛮帅的，上面的手是架掌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次冲拳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来试试，再来试一次哦。好 ，OK， 弓步架冲拳，架冲拳，架冲拳。弓步哥哥，那个架是哪一个架？是骑马那个架吗？不是，它是衣架的架，高架桥的架，把别人敌人架开的架，所以说要把那个敌人的攻击架开来的招式。对啊，它这个动作是做防御的工作哦。哦，做这个动作可以把敌人的那个攻击挡开。没错，你看别人如果这样子劈下来，你就挡住了。像劈下来，嚯，平平也挡住了。好，换安安，劈下来，嚯，非常的厉害哎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再来试一次哦，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，吼，好，非常好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从我们的扎拳到我们的弓步架冲拳来试一次。OK， 好，抱拳，哈，第一个动作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，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，第四个动作往下扎，往下扎，之后接着。刚刚教的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，没错。好，小朋友都很棒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赶快把我们今天的四个动作全部串在一起来试一次。好，还要专心哦。OK， 好，抱拳，哈，马步冲拳，哈哈哈哈，弓步冲拳，哈哈哈哈。扎拳的第一个动作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往下扎，往下扎。之后帅气的 pose， 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。没错。好，收工，收工。
哇，太棒了！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学会了威力非常强大的扎拳，而且还有可以防御别人攻击的架冲拳。没错，那明天呢，我们会教小朋友不同的拳法哦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哦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是在练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在那个背地又叫成功，我是功夫小子，就是爱练功，又叫打开双手抱拳扎马步。千叫万万吼叫，甚至学无术。吼叫赶快伸手发掌，爱耍酷。功夫小子所向披靡，真功夫。扎一个马步，预备开始练功。扎一个冲拳，配气势如虹。在那个背地又叫腾空，我是功夫小子，就是爱练功。又叫打开双手抱拳扎马步，千叫万万吼叫，甚至学无术。吼叫赶快伸手发掌，爱耍酷。功夫小子所向披靡，真功夫。就是爱练功，大家一起来练功。功夫哥哥好 ，Hello， 小朋友，我是爱练功的功夫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牛奶哥哥，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，怡安，大家好，还有可爱的品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电视机前小朋友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动动身体，暖暖身哦，准备热身喽。好，来练功夫喽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动动你的头啊，动动你的肩膀，动动你的手，动动你的腰。动动你的膝盖，动动你的脚，开始来练功。功夫哥哥，我最近有学会一个招式，很帅哦。是什么招式啊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掌。哇，好酷的感觉！你要不要看我做一次？好啊，很帅哦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多了一下，十三响变十四响了。哎呀，可是还是很帅，对不对？十三响会更帅的感觉。十三响会更帅。我也想学看看呢、欸。可是这动作好像对小朋友有点太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没有比较简单的、啊？有，我有为小朋友那个精心设计了一个精简版的十三响。好，一学就会的感觉吗？对，来，依安品琼，我们来一起做一次、哦。OK， 来，精简版十三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。有没有很帅？帅气的 ending pose， 超帅，对不对？有。好了，功夫哥哥，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哪一套拳法、啊？今天要学的是正踢，腿的动作。哇，你踢得好高哦。对啊。哎，功夫哥哥，我刚做十三响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踢腿的动作，可是你这个踢得好高哦。对啊，正踢腿要踢到的位置在这里哦，所以平常就要常拉筋，这样子才可以踢这么高。那小朋友要怎样才可以正确的拉筋啊？有一个弓步往下拉的动作，就可以拉到踢腿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拉筋的动作，这样才不会受伤哦。做弓步之后往下压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之后换脚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要记得常拉筋哦、okay ，你的正踢腿才可以踢得很高哦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正踢腿套路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动作要做的是马步冲拳。马步冲拳，好，小朋友赶快来试一试哦。OK， 抱拳好了之后，蹲好马步，马步三冲拳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再一次哦，越来越有精神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OK， 哇，小朋友都很大声哎，真的越做越有力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好了，来，好，记得哦，越来越有力气的马步三冲拳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OK， 哇，小朋友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真的。那功夫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做完马步冲拳的动作，要做的是扎拳的动作。
接下来是非常非常帅气的扎拳。没错，小朋友先来跟我做一次吧。好，一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第二个动作，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第三个动作是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第四个动作是往下扎，往下扎。没错，这就是扎拳的动作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次快的。好 ，OK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向下扎，向下扎。OK， 小朋友表现得非常好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从我们的马步冲拳到扎拳来试一次喽。好，站好，抱拳，哈，马步冲拳，哈哈哈。之后做扎拳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向下扎，向下扎。没错，哇 ，very good。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要做的是正踢腿。大绝招时间。哎呀，又没对到。好，听说这如果有对到的话，我们两个会合体能很强哎，是假的？对，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合体成。好 ，OK， 下一次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大绝招就是我们的正踢腿啦。没错，正踢腿的动作，哇，好糟哦！来，小朋友，我们来跟着功不可做一次哦。好，双手先打开，打开之后上左脚，上左脚踢右脚，踢右脚。OK， 哇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好，先跟小朋友讲解一下这个正踢腿的预备姿势，要先做好才会踢得高。好，双手要先撑直，撑直，然后脚也要打直，打直。这就是正踢腿，有没有像一个十字架的预备姿势？有一个十字架的感觉。没错，好，那上左脚之后，上左脚往上踢，往上踢。记得踢的时候啊，两只脚也都要打直哦。哇，天啊，我觉得这筋一定要很开才可以踢很高哎。就平常要一直拉筋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差不多只能踢到这边而已。OK， 加油！好，我会加油的。有朝一日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次正踢腿哦。好，往前踏，往前踏，往上踢，往上踢。OK， 我好受挫哦。小朋友也都踢得蛮高的。这个正踢腿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啊？你要做到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直起风坡。是哪？什么是直起风波啊？直呢，就是刚刚讲的腿要直直的嘛，对不对？直直的，踢起来也是直直的。对。然后起就是起来的时候要非常的顺畅，又要有速度。好顺哦。对。好。风呢，就是因为很快就会有风的感觉。真的会有风吗？真的、啊，你站在我旁边。来，让我们试试看。都来试试看。我们看到有没有风？有电风扇的感觉哦。好，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哇！好强大的风哦，你没有感受到吗？没有。哎呀，你们要给功夫哥哥一点面子嘛。对吗？所以只要够快的话就会有风。对，要真的很快就会有风。有啦，刚刚有一点点的风。那坡是什么意思呢？坡就是踢完之后往前往像海浪一样泼出去的感觉。哦，往下这样泼出去的感觉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试有直起风坡的正踢腿好了。好，预备姿势做好。好，往前踏，往上踢，直起风坡。有，我觉得这次好像比较开一点了，有比较有风的感觉。有有有有有。OK OK， 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撑好，撑好，往前踏，往前踏，往上踢，往上踢。OK， 好，哇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多长拉筋才不会受伤。真的，这踢腿很重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从我们的扎拳到正踢腿来试一次。OK， 好，站好，抱拳，好。扎拳的动作，一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圆，下手画半圆。双手画太极，双手画太极。向下扎，向下扎。之后做好预备姿势，十字架，往前踏，往上踢，往前踏，往上踢。哇，没错，这就是动作哦。好，那功夫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是功夫架冲拳。好，今天最后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的弓步架冲拳。没错，弓步架冲拳。好，我们跟弓步哥做一次哦。好，往斜前方踏，变成弓步。好，弓步，弓步，前脚弯弯，后脚打直。然后做架拳跟冲拳的动作。架拳跟冲拳的动作。没错，这就是弓步架冲拳喽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往前做，
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。OK， 收回来。好哇，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从呢正踢腿到弓步架冲拳来试一次。好，抱拳，哈，直接做撑掌的动作，撑掌，往前踏，往上踢，往上踢，然后做弓步架冲拳，弓步架冲拳。OK， 哇，小朋友帮自己拍拍手，都做得很棒耶。对啊，功夫哥哥，我之前看武侠小说里面呢、有提到的是南拳北腿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正踢腿啊，算是北腿的腿法之一吗？没错，踢腿这个正踢腿啊，就是北腿之一哦。哦，那什么是南拳啊？南拳指的是南方的拳法。哦，在古代啊，南方的人都划船，所以他们的脚是不是就不能动？对，那他们拳头就练得比较厉害。那在北方啊，他们就是骑马，所以上马下马腿就很厉害咯。所以不管怎样，不管是南拳还是北腿，他们下盘都很稳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小朋友要记得在家里常多练习哦。OK， 这样才越变越强。那我们就是爱练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在那个地里又叫陈孔郭氏功夫小子，就是爱练功，又叫那拍双手抱拳扎马步，千叫万万后叫身子学武术，后叫赶快伸手发掌爱耍酷，功夫小子所向披靡真功夫。